失去多少回忆，不曾在意潇洒的美丽，只愿你全身还充满了勇气。获得多少伤心，假装忘记，重新再努力，你会发现你有很大的潜力，你会发现你将重生在绝地。欢迎收看麦块极限生存，我是尼亚斯。今天我们邀请来一个来宾来为我们解一个成就，那跟大家讲一下你是谁吧。嗨，我是英语耶、yeah, 我来解成就。起码有贡献，贡献好不好，贡献贡献贡献。今天我们要解的成就就是这个送你的钻石，要拿钻石砸其他的玩家。来砸我头，砸我头。我来找一下钻石。被钻石打到头，有，这边有23颗钻石可以砸你。然后试试看、哦、来加持加持。哇，哎、欸、怎么没有，哎、欸、有了有了耶，有了，花了一颗钻石解了一颗成就。然后那颗钻石就送了。任务结束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可以带英语来参观一下我们的极限生存啊，之前就有跟他合拍过影片、yeah. 只是影片在他那里而已。对啊。对啊，他也是邀我一个，哎、欸、是空岛生存对不对？对，第一次是空岛生存，第二次是两年前的影片，都是两，哦，好久啊，啊 ，OK， 首先这个是我们的随便你怎么叫它，反正就是你知道的，那个养动物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但是未来我会再盖一个马场，让马进去住啦，就不会跟动物盖在一起这样，不然这样感觉有点乱。牛蛮多的啊，错啊，养蛮久了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参观我们的房子了，先从二楼开始好了。二楼就是一堆熔炉跟我的房间。进来吧，只有一张床。然后这是你的睡衣。啊、对，我现在穿着睡衣啊，这个是去洞穴或者去地狱的时候才会穿。哇，感觉好高级哦，怎么感觉有点高级？完全没有附魔。真的蛮高级。我太穷酸了。然后再来是三楼，小心不要撞到楼梯哦。OK OK OK OK。然后附魔台跟一大堆的箱子，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啊。再来是四楼。OK OK， 就是种一些地狱疙瘩，然后那个酿造台跟甘蔗，还有一个，其实我觉得在站在这边景色是不错啦。哇、哦，这个 view 有点不错、啊，意义不明的一个小窗口。然后再来，哇，要晚上了，我觉得我应该为你准备一张床、yeah. 在我房间。我们要睡在同一间、啊、让我找一下，哎，羊毛我是放在哪里啊，我想一下、哦、我有羊毛吗、哦、我好像没有羊毛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外面都是羊，可以去捡。好好，我找一下剪刀，我已经好几年没有碰羊毛了。哎，我的剪刀跑去哪里？好吧，我先做一个剪刀好了，羊毛剪掉。OK， 你出不来对不对？欸、对，你是把门都堵住。他没有入出口的。等我一下哦。哎呦，我准备出来出来出来，赶快出来赶快出来啊！哎、欸，等，等我一下等我一下，我先下这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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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、oh. ！OK， 好，防住了。勉强勉强。好，床床床，其实这个地方蛮大的啦，就是让你睡在我旁边好了，来吧，一起睡觉吧，滚床单。最近好像很多、no! 很多人都喜欢滚床单的那个伺服器的游戏，滚来滚去滚来滚去。对啊，好，那再来参观地下室吧。地下室其实就是很狭窄啦，这边就是一堆鸡啊，然后生一堆鸡蛋这样，然后往后面这边是一个鹅卵石的产生器，简单的这样，然后再来农田，大概就这样吧，三片。现在为什么农田要坐在地下室？我不喜欢给它盖在楼上啊，你不觉得盖在楼上很占空间吗？可以地下化一下。不知道，感觉比较安全。它不会吸收到阳光。哎呀，有火把就不错了。再来，这个是挖矿的啊，这边还有一个农田啊，是外加的。哦。
然后再来就是底下的，其实它这个洞穴真的非常的大，很容易迷路哦。等下要紧跟着我，不然你就迷路了。其实我现在有点肚子饿。哦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丢个胡萝卜给你。耶，这样够吗？应该是够够够。我身上的食物其实没有带很多。再往底下就是基岩的部分啦，所以我们先往这边走。哎，不对，这边是岩浆。OK， 我要跟着导游走，跟着导游走。没有，你跟着我走可能也会死，因为我对这个地方也不是很熟。没关系，我如果看到怪，我会先逃跑。对哦，我身上好像也没有带武器。完了，你的系列要结束了。没关系，这边应该是蛮安全的啦。我记得好像是往这下面走，然后右转。然后都没挖干净哦。哦，没有啊，那个就留着，因为暂时不太需要。然后应该是往，我想一下哦，是往这边走吗？好像是。然后往上，我好像听到骷髅的声音。哦，等一下，还好我有带盾牌。上面写一个 N 欸。哎，我听到，我听到。打好，我不能这样说。等一下，你有备份地图吗？没有，我没有备份地图。那你要好好小心。等一下，补一下血。这底下应该有个路啊，这里啊。然后好像是往这个方向吧。有红石，对，应该就是这个地方。这附近蛮多岩浆的，要小心哦。我知道，我会很小心。你死掉应该附近应该很多钻石吧？哎，没有哎，没有半个钻石。这附近这是第十一层，可以鱼骨看看。是蛮，我在这边是没有遇到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好像走错路了，等我一下，我想一下。没关系，我会等。紧跟着你啊。在是这个方向吗？没有小地图真的会迷路。看一下哦，好像不是。哦，已经开始迷路了。有感觉。我现在是要带你去找僵尸生怪砖，可是我忘记在哪个方向了。啊，这里啦。对。我那时候挖到这里的时候，就一直听到僵尸，然后我就一直往里面挖。然后就往上挖，你也挖太里面了吧？然后就往上挖。太里面了，为什么你会从这么远的地方听到？我开声音很大声啊，这边就是僵尸生怪砖。我。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小的刷经验塔。做只要一直打就好。没有，在这边。走。你在干嘛？揍他。把他揍下去啊。哎，你跑去哪里啊？哦，在那里。这底下就是一个哦，等一下，我，那是我揍。等一下，因为我有点懒呐，所以我就做一个比较简单的，所以还是要用武器去打他。对啊，你可以放半砖啊，这样子你就可以用脚打他。啊？就是假装你站在下面，那你就可以这样子。哇！我被群伤。哦，有伤害啊？有范围伤害。所以，不然就是我刚。哎，我可以打你。刚刚是被僵尸打到的、啊，不然就是这样子啊。小心哦，不要被我挥到，我的有燃烧啊。你有骨头，我知道。好，群伤就是那个剑挥了，就会附近的如果太集中会被打到。对，然后。我不知道楼上是不是晚上，我不知道、啊、我看一下好了，如果是晚上可能就不能从这边出去了。早上你怎么知道？自己看到这有洞。哦，你比我还熟。我现在在找水啦，要找水流才可以上去。有啊，这有水啊，只是有点难下去就对。没有啊，楼上找楼上下来的水。在哪里啊？哎，又迷路了。又迷路了。等一下，水咧？那我们要先回到僵尸生怪砖那里啊。僵尸生怪砖有水。好啊，对啊，你先上去。对啦，应该是这里啊，没错，游上去吧，加油！有，对，来了。OK。我怎么感觉我比你熟啊？然后。
嗯，哦对啦，先游上去好了。然后再游，再游的话，然后我垫个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不要动哦。哎，你怎么掉下去了？我垫个路 ，OK， 安全了，上来了，耶、yeah. ！然后为什么会从这里出来？不是应该是从你的地下室走上去？因为回去的路太远了。所以这是哪里啊？这里是我家的左边。有没有看到前面有一座山？那个就是我家。欸、其实蛮远，那你下面的洞其实蛮大的。对啊，真的很大，而且不止一个深怪砖。我现在要带你去看第二个深怪砖。OK， 大概在左前方。这边有一个洞穴在这里，这边也是蛮复杂的哦。哦，我会更好，因为刚刚我学到了第一个洞穴。OK， 而且，哎，我看一下，应该是这里吗？其实那两个洞穴，这两个洞穴都是互通的啦，僵尸跟那个蜘蛛神怪砖，这里。哇，蜘蛛。所以这样也是要下去打就对了。对啊，然后一样的差不多的东西，只是蜘蛛不会出来啊。要打很久。吃我铁拳，吃我铁拳。好多只哦，一剑打看看，这样。哎、欸，而且大概一刀就可以死了，他们血量好低哦。16滴而已啊。我没有去研究过他们血量。有一只迷路的羊。嗯、你有看到吗？有啊，它是掉下来的，应该是。这边，哎呦，好危险哦！我们先回去好了。这边是不是刚刚那个峡谷啊？对，刚刚那个峡谷，所以蛮近的，两个深怪砖。我看一下、哦，其实洞超大的啊。对啊，底下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洞穴，可是我忘记往哪里走了。哦，等一下，再赶快跑！我死了就没，哦、OK， 安全，有点危险。回去的路在这里，这没有小地图我会迷路哎、欸，我觉得太依靠脚地图了。哎呀，我训练你要记清楚路，没有关系。这里是哪里？哦，好，那大概还有两个地方可以参观。OK， 所以我们先回。家拿个食物好了，我真的觉得这个家盖在这里蛮适合的。对啊，我们重生点就是对面，然后我刚好看到一个两座山合在这里，这样子可以在山那个石头里面再扩建。哦，你是说哦？对啦，也是可以，但是我很懒，我给你准备一把铁剑好了，反正铁够多。嘿，铁剑。然后拿下食物， yeah. 食物去农田拿。我这边都快变成素食了。素食？对啊，我很少吃肉的，我肉都拿来卖。卖什么？卖给村民啊。OK。哦，所以有村庄了，对。对，我现在要带你去参观村庄。有一段路，所以我们可以骑马去。刚好有两匹马、欸，我大概好像是上一集才牵到第二匹马。我可以预知你要来，耶、yeah. ！你骑了吗？蛮棒。OK， 那我们就跳出去。大家，我骑马技术有点不太好。我也是。哎、欸，出来了。OK， 那我们就往上走，骑马喽。然后往这个方向，你应该在吧？你有跟好吗？我在。OK， 还要小心，这附近很容易掉下去哦。有一只狐狸爬。看得出来。等一下。射不到，哦，死了 ，OK， 捡一下经验值，哇，有点快晚上了，啊，早上，哎、欸，是早上还是晚上？欸、快晚上，月亮已经升出来了。我想说这么亮，哎、欸，等一下我是走错了，啊，对，在旁边了，走这里应该就比较不容易摔伤了，哎、啊，这有点危险。我很怕这附近神怪、欸。
我们得加快脚步了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，还可以吗？还可以吗？还可以，穿过这片森林就到了。不过，哎，对哦，我那边只有准备一张床，然后这边就可以跳进去了。哎哎，有我看卡住了，进来了。哎，你有哎，就可以下马。踩坏田。哦，好，没关系啊，那是村民的田，不是我的。然后我这边就盖了一个很多的门啊。就让他可以生村民，可是到现在都还没有生铁巨人。哦，就是生村民的那个装置哦。对对对对对，很帅，很丑哎、欸。我还生出一只小鸡，也太幸运了吧！两颗两颗，你看这边的房子啊，非常的奇葩。不错哦。你有没有看到前面这一栋房子？有没有看到前面上就是比较高的那一栋？有你有没有看到他门底下有一条路？对，那是我盖的，不然原本没有。那他怎么？对，非常奇怪。你怪怪的。对啊，大概就是这样，就是村庄，非常的一个非常的小的一个村庄啊。哇、啊，我觉得蛮大的。真的吗？对，蛮大的，是蛮大的。那围墙也是花蛮多时间去盖的。好，那。我想一下哦，接下来还有什么可以参观的？接下来应该就是地狱啦。可是我觉得地狱有点危险哎、欸。可以，我可以可以活下来了。真的假的？好，那我们就回去吧。大家回去的路你还记得吗？哦，这我还算记得啦，因为等一下，有射中了是吗？好像有。我看到。啊，死了。经验值。叮叮。OK， 小心右边有岩浆哦。OK。怎么路上就都会捡到鸡蛋啊？鸡好多。不错啊，自动的生鸡蛋厂，天然的啊。可是我不是很缺鸡蛋说。你在哪里？我在爬山。哦，好。没关系，你走，我知道路在哪。真假的？真的，我要训练看看我可不可以回去。可是你没有盾牌。没关系，我剑。真的吗？你确定？我还有石头跟钻石。这是极限生存哦。我知道。我私底下玩的时候，好几次差点死掉。OK， 我先把马放着，先睡个觉好了。要来滚床单哦。对，要先滚床单，不然我很怕等一下出地狱的时候。会有一只怪物在地狱门口等着我们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我要怎么出去啊？你直接在边边按 Shift 就好。好，这样子吧。对，可以吗？帅哦！这个交给你了。哎、欸，拿铁剑很强吗？我也有。哎、欸，他是铲子还是铁剑？铁剑。还有一只，来，到你了。来，再来，哦，好，哦、再来。OK 。睡吧，我们去滚床单喽。滚床单喽，双人床喽。关灯头。双人床哦，关门。你这样前面就有时钟可以看。对啊，不过只有一个时钟啊。主要、啊、这样可以看。好了，我们接下来要去地狱了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真的哦。地狱什么的，想当年我已经去了很多次了。真的吗？你确定？对。里面很，我进入的那个地方很容易生地狱幽灵哦。OK， 好，好，进来吧。哎、欸，而且你没有装备。可以啊。对啊，好。来，这个地方哦，我知道从这里很容易生地狱幽灵，这是不是在上层的位置？对，上层的位置。对。有没有听到地狱幽灵的声音？对，那就很容易。地狱幽灵就生在这附近，所以我知道。我刚马上就听到地狱幽灵的声音了。我有听到。好，那我接下来要带你参观地狱堡垒。OK， 好，我是不知道我可不可以顺利活下来啊。没问题的啦，我已经插满火把了。没有，因为如果有炼神的话，我可能会先逃。哦，没有关系啊，那边大概只有三四个炼神的神怪转而已啦，其实也还好啦，没有很多啦。我已经看到第一只。哪里？在哪里？那里。哦，有啦，那个还好，一只还好啦。
走走走，这边哦，小心不要掉下去哦。我我我。然后这里就是第一个烈焰神的圣怪砖在这里。哇、哦，好像就这样而已。对啊，好像也没有很强嘛。对啊，这边还有第二个。好啦，地狱堡垒逛完了。耶、yeah! ！没有啦，没有啦，还很大。这边左边有宝藏吗？啊？有宝藏吗？就是啊、哦，有箱子啊，有。我在那个，我只有在这边。才有拿到那个，我们先走这条了。我只有在这边才有拿到安而已，其他地方都拿不到安。箱子有时候会出钻石啊？没有，我没有拿到钻石。我这边里面就只有拿到安跟黄金马凯而已。OK。然后我最近玩极限生存，讲话都会怪怪的，不好意思，讲话发音都会怪怪的。好，这边应该是楼上，应该是没有东西啦。这边就是那个烈焰神神怪砖底下的路啦。这上去就是刚刚那个烈焰神神怪砖。哎，你在哪里？我刚刚有看到一只龙岩史莱姆从那边跳出来。真的啊？哪里？可是沉下去了，沉在岩浆下面。哦，等下这边有点危险哦。对对对，我还没有碰过龙岩史莱姆，所以蛮幸运的。哇哇哇哇！哦，哎呀，考验你的功力啦！不要，不要！哇，他们哎，为什么那么升起来？先闪，先闪。走开，走开！你有烈焰感吗？有啊，我有好几个烈焰感，所以应该是我觉得我射箭跟功力太差了，算了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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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为什么你没有被击中？哦，我被击中了。啊，应该安全了吧？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。好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走，加油，这准啊！好、啊、死了，帅。OK， 可以回去。那有烈焰感呢？要去捡吗？不用，烈焰感这种东西根本不值得一提，不值得。可以吗 ？OK， 可以，可以。好，该参观的差不多都参观完了，虽然还有几个景点呐、啊，就是例如女巫的家，可是。那没有地图，其实我是找不到的。景点哦，那我要不要刷一下宝可商店？宝可商店什么意思？哦，你是说那个？对对 ，Pokemon Go， 你有在玩吗？现在？还有在玩啊。啊，你真的、哦？你还有在玩啊、哦？对啊，就有时候出去才会滑一下啦。哦，我已经完全删掉了，我没有时间。来转来玩麦块的那个，玩麦块的 Pokemon Fire， 对吧、啊？等你啊。我已经有喷火龙跟暴鲤龙了、哦。啊，这边怎么那么多火焰啊？刚好像没有。回去喽。走。所以你有在生存干过生怪塔吗？一般的无砖生怪塔。怪喽。你有在一般的生存盖过无砖生怪塔吗？没有。没有啊，因为我这边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。我自己私底下开了一个极限生存，盖了一个无砖生怪塔，但是它生怪效率就是一个小时只有一只骷髅。怪好像不能在水上面生出来。没有，我没有放水，但是我开旁观模式就只有一只，就是等了一个小时开旁观模式进去的话，就只看到一只这样。这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之前有盖过、啊，然后也是跟你家差不多生的那几只而已。好吧，好吧。那好像专业人士，接下来应该也就没有东西了哦。还帮我收甘蔗哦，工具人太好了。有没有那个甘蔗，请放到来这边的箱子，来帮你分类。哦，分类，对，要分类，这样就可以不用再装那个模组。啊，模组装了、啊、比较方便。OK， 好像也没什么了。尖刺二，哎，帅帅的，哪里啊？你的那个啊，箱子哪里有尖刺二？哎、欸，哦，附魔书啊、哦，附魔书啊，哎、欸，那个附魔书好像是在神怪砖找到了尖刺二啊，嗯，然后那个丝绸之术是跟村民买的，哦，你知道你应该知道怎么附上去吧？用铁针对不对？对对对、哦，我当然知道啊，三楼有铁针，我来提醒你一下，三楼有铁针，在附魔台旁边有没有？就是这个家伙，哦。
这等等等啊，顺便问你好了，既然你对生存应该不错吧？哎、欸，对啊，你拿你的铁剑放上去，有30等，是不是代表说书柜就不用再放了？对啊，哦，那就没问题。我还想说，我以前盖的书柜都不是长这么奇怪的，怎么会这样子就可以30等了？没有，其实你放两层这里，两层这里，两层这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哦，我还想说是我盖错了，不然如果继续放的话，可不会跌到100等。不会跌到100等，我当然知道，我知道最高是30等的。啊，最多是30等。然后带银宇来看我们未来要盖的东西好了。好啊，我这边应该会盖一个小凉亭，这个方向。有没有看到下面有一块？哎呀，那边你已经整地好了。没有，那不是我整地的，它原本就长那个样子。好吧，好吧，只是上面原本有那个沙子，我把它挖掉，还是泥土啊，只有一层而已。这样，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像整地完。没有啊，我只整了一排而已，它原本就长那个样子。还有这座山也是，原本也是长这个样子。这里的地形真的是蛮漂亮的。然后再来马场，我是想盖在地狱门后面啊，虽然感觉有点怪，但是好像目前目测就只有那个地方比较适合。你有觉得哪一个方向比较适合吗？适合盖什么？马场就是马归类的地方。我目前只找到这个地方啊。比较平，其他的地方差不多啊，差不多就在这里。好吧，那就在这里吧。就都可以盖啊，因为它前面有个地狱门啊，感觉有点丑啊。我也总不可能 把它拆掉啊，放到你的地下室啊。真的吗？这样不会重生点怪怪的吗？我觉得应该会怪怪的。哎，对，会怪怪的。对、啊，不然你可以盖在这里啊。好小啊。把整地看把挖大，不要，我好懒哦，我不想整地。这附近我都没有整过地的、啊，除了这个楼梯，利用天然资源盖东西。对对，我很懒得整地，你知道，花时间又花材料。我看一下还有什么成就。你那边的成就应该是从零开始，对不对？我有解成就啊，我解了盘点库存啊，就那个而已嘛。对。好，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、哦。因为这个我私底下有测试过，就是它成就里面有一个叫做畅行无阻的哦，那个、哦、其实有蛮多观众一直跟我说，尼亚斯你绕那个铁轨绕个圈，然后挂着搭矿车就可以啦，请问是对还是错？对啊，因为我之前试过啦、啊、真假的？我之前拍片有玩过啊。你在几版的时候玩过的？1.7.2 就玩过。好，那我可以肯定错了。我之前拍那个什么亚特兰蒂斯的崛起，有个成要解成就，我就有用这样子来解啊。真假了？可是我在 1.8 试的时候是不行的、欸，然后 1.10 我有开另外一个极限生存，然后我在里面绕了大概2公里左右的那个矿车的距离，但是它就是没有破成就。哎、欸，它统计上面有写啊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就是统计2公里多， 2.77 公里。它实际要多少？一公里。他对啊，成就上面写一公里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。可是2公里他没有解啊，2.77公里。可他这里是 cm 哎，没有，我是说哦 ，cm 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搭矿车，他才会写 cm 啊。哦、然后到时候会变断线，哎，断线了，到时候会变那个nn 好吧，不是 n，OK，、okay, okay. 到时候会变 n， 然后才变 km。mn 是公尺啊，an 是毫米。就是 M 是公尺啊，对 ，N 是公尺，然后再变 KN 啊， 然后先从公分变公尺，再变 KN 啊，我再另外极限。那他就是把这个取消了。对啊，所以一堆观众跟我讲说你要绕圈，可是我明明绕圈没有用啊，很痛苦啊，又要晚上了，我们可以再睡个觉。睡个觉，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。好，那就来准备离开这个世界，就准备做个结束吧。OK。我觉得你觉得这个房间还需要加什么？加什么？嗯，有什么？羊毛啊，羊毛可以装饰啊。地毯吗？对啊，地毯啊。这不会怪怪的吗？不会啊，这样才比较舒服、啊。要什么颜色的？蓝色吧，我通常喜欢蓝色。嗯，蓝色啊。好，我再考虑看看好了。看你啊，看你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会把你这个加入我的构想中，到时候应该会加点地毯，因为我盖房子从来没有再加那个羊毛的。家具哦，家具。哎，我从来不会加家具的。好啦，那我们就找个地方结束。你想在哪一个地方结束啊？我想要在
你的旗帜前面。哦，我的旗帜哦，你知道那是我的旗帜哦。看得出来，他是写个 N 啊，你盾牌也写 N 啊。哦，这样啊，这太明显了，是不是？对，蛮明显的。你不觉得这个很像海盗的那种旗帜吗？就 N 啊，一个黑色海盗的旗帜，不是都黑底白色的那个图案吗？对啊，超诡异的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这一部的影片，感谢银宇，就是可以让我邀进来帮我们解这个成就。原本我们是想要玩 Hypsol 伺服器的啦，但是我们中间试了两个小时左右吧，哇，都失败，看下次能不能。对啊，下次如果顺一点，我会再一起玩啊。OK OK， 好，那我这一节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欢迎去银宇那边的频道按个订阅，那这边我这边也要按个订阅哦，两个都一定要按哦。对啊，都按都按就可以看到我的影片跟你的影片。对对对对，这样未来我们合作的话，你们两部影片都可以看得到。好啦，那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哦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